各位观众，我哋一齐去食饭咯。Simon， 你有一间唔错嘅居酒屋，大家分享下。O K 噶，新开噶。新开噶。系啊。不如我哋过去睇下。好。喺度。嗰度。御膳。我恨。其實呢間烏克蘭咧，係中環都有，我記得係，因為我係去過中環。哦，即係你去過中環分店就未嚟呢間嘅。係啊係啊。哦 ，OK 㗎，呢一個羅巴丹焼き夫妻居酒屋，應該八九點鐘咧有嗰個カツオ、わら焼き、煙燒嗰個煙魚。哦。嗰個煙好味。我第一次睇到呢個 menu 嘅時候咧，咁啊第一個感覺咧，覺得佢寫得好靚，啲字又好啦，個設計啦，同埋佢啲畫畫得好鬼靚，我好中意睇畫嘅，好開心嘅。大家留意一下個價錢咧，喺 PP 呢個太古廣場呢一度咧，竟然咧好多餸菜咧都係百幾蚊、幾十蚊嘅啫喎，又唔係話我想象中咁貴嘅啫喎。同埋齋睇 menu 咧，我覺得佢食物嘅品種好似好多下喎，好多嘢揀。咁啊，飲品啊唔再講啦，因為居酒屋嚟噶嘛。哇！轉個身望過嚟，好似有人認得阿 Danson 喎。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哋啊，順手嘅啫。呢一度嘅裝修咧，我形容為係一種新派嘅和式裝修。燈光咧就會柔和少少，咁你同朋友啊傾偈飲酒嗰啲咁嘅時間咧，就會投入啲嘅。喂，規矩嚟噶嘛，一定係嗌嘢飲先。係，冇錯。我飲啊啤酒。哦，有咩好飲啊？快喎。啤酒。哦，我啤酒啦咁。咁啊，咁我要嗰啲菠蘿啊、檸檬啊嗰啲物咧。哦，好。有冇啊？冇問題，果實酒有。咁啊，亂噏都有。唔好意思啊，我想改黑啤啊。可以啊嘛，可以啊，好黑啤，我要黑啤。麦，黒啤酒，コルマン，サントリーザプレミアム黒啤酒。好飲，呢個 OK 喎真係。問下呢杯咩嚟啊？菠蘿酒。係啦，我就係諗緊咧，係咪俾啲酒我飲，唔飲酒嘅？喂，不過 OK， 好飲。我飲乜？我飲。好飲，好飲嘅。酒啊嘛。唔係，但係好飲㗎，好飲，好飲。多謝曬。我最衰咧，我就要揸车，因为咧，我记得当日我饮一个芒果酒嗰阵时咧，我个心系好开心，觉得好好饮噶。天然嘅伏胎，458蚊，我呢个好似几吸引嘅，系嘛？两个都好食啦。好，咁啊 ，Danson 咧就叫我预选其一，一咧就系一系呢个天然嘅伏胎。一咧就係依咗木，我想試一下咧，覺得係嘛？不如試下呢個啦。好，一個係嗰啲叫咩啊？龜草土啊，即係會索水嗰啲咧。係啊，呢杯嘢咧聞落咧好醒神嘅，好似去咗泰國咁。咩嚟㗎？哇，好味喎、啊！柚子香同埋呢一種大葉嗰啲香味啊。係。啊，唔好意思，有股味喎、啊，呢杯咩嚟㗎？Tokyo New 喺 menu 入邊有噶嘛？第一個上台嘅菜式係番茄牛油果沙律，同埋你以為牛扒啊咧？呢一條係牛脷嚟噶，好正啊！唔使我講就知道，啲餸軟嘅啦，係嘛？實有人想問我，你餐餐燒牛脷，你唔厭嘅咩？我話俾你聽，我餐餐食都得嘅，真係唔厭。如果唔係膽固醇高嘅話嚇，呢度啲燒牛脷正，又牛又爽又夠腍，香噴噴，我俾佢90分。哇，好牛啊！喂，一定要叫呢度嘅燒牛脷店嘅，係咪利基多羅啊？你叫烧麻古罗，你叫烧麻古罗，即系有盐、有葱、有麻古罗。それ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やっぱりね、居酒屋風サラダから。一般的には。しっかりしてるよ。好穩定嘅味道。穩定嘅味道。因為呢一個菜咧，我幾乎
見你飲親酒都一定叫。原來咧，番茄同埋呢個八爪魚咧都有解酒嘅作用嘅，唔怪之阿 Dan 成日都食啦。你應該都會見得到，通常有啲居酒屋咧都有好多八爪魚嘅料理，番茄嘅菜可以舒緩下咯。哦，試下你呢個好穩定味道嘅，試下先。啊，我中意嘅鹹鹹地嗰啲麻醬。全個居酒屋只可以喺度飲 Premium Lemon Sour 六種日本のベタニカルで作られたクラフトジン。瀬戸内レモン塩。試下呢個。係咯，奶芋內檸檬啊，實冇死嘅。嗰個先。阿姐啊，我覺得你好中意食呢一個啊！我覺得好吃，少有地今次阿丁捉錯路啦。我就普通，阿丁就好中意食嘅，可能係飲酒嘅人咧特別喜歡咁咯。好有酸檸檬嘅味道。哇！個隻燒塔塔點樣隻燒法啫？哦。差唔多啦，系咩？夹一个塔塔，佢里边咧系几种鱼类嘅。呢个石烧塔塔，你睇见吗？佢呢一个石烧塔塔咧，佢有三种鱼类去合制而成嘅。咁啊，经过呢个石烧嘅过程咧，佢啲油香咧好浓嘅，好正嘅。呢样嘢系咪一般居酒屋都会有？那咩咯，一嘛，日本话蚊仔咁啊，有食过嘅你都，呢味菜式啊几鬼盏鬼嘅，佢个口感咧淋淋软软咁样，咁啊但系又系鲜鱼嚟嘅，饮啲蛋咧又好香蛋味，加埋紫菜咧，即系其实咧系一件好香嘅鱼咁咯，同埋我自己未食过嘛，觉得几好玩咁咯。睇翻个瓜睇啲嚟，睇唔得，落多啲啊！即係呢一種咁樣嘅魚嘅表達方式咧，幾特別啊！真係。其實香港係咪好多人都唔飲酒嘅咧？有好多人飲酒係嘛？係。咁啲人係會喺去到居酒屋係嗌啲乜嘢嘅咧？因為香港人飲酒咧，通常落吧。係。呢度咧，其實係呢度係羅巴塔啊嘛。羅巴塔 Yaki 嘅話咧，通常都要嗌啲羅巴塔嘅嘢。啊，嗰個人有啲人，啊，你要出嚟見，啊，你要出嚟計見下我依家冇。哦。講到爐端燒的起源呢，就會是講起北海道這個仙台的地方啦。那裡呢爐端燒好耍家的。麦わらのルフィの麦わらです。啊。これを使って燒金魚。用這個燒啊。用這個岩面燒。高知県のカツオのたたき。わら焼き。これ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わ。反正これはバッティンポンで有個表演的。啊。是啦。嚟呢度咧，就係欣賞佢呢一個 man 料咧，畫嗰啲嘢咧，因為我都幾中意畫畫嘅，你知道，都畫得幾好噶，真係。嘢咧，即係以呢一度嚟講咧，太古廣場啦嚇，啲嘢又唔算話十分貴嘅，你睇下嗱，68蚊又有。啊，頭先個燒塔塔咁樣就88蚊。potato 嘅沙律咁啊，有埋啲青魚同半熟嘅肉子嗰啲咁樣，都係58蚊。即係封建遊人啦，你自己揀誒貴嗰啲咪嚟得貴咯。你話如果啊平平地食啊飲下嘢啊咁都得嘅。hook cat hook cat 呢個叫 hook cat 呢個咧，阿 Dancer 啲朋友啊都會一定會嗌嘅。原來呢個和牛三文治咧喺日本咧由幾百蚊至到成千蚊都有嘅。不過呢度就唔使過下癮啫，260几蚊一份就有啦。咁樣食和牛啊，第一次喎，真係。OK OK， 即係未去到好好味。即係我個人咧食牛咧就比較老土啲，
一就是三文治來到夾和牛啦，二就是用吉列的方式去炸牛扒啦。我一下子味是很接受得到的，純粹。但我你問我吃下去好不好吃呢？我覺得好吃的。268。我268的這個東西。我也是第一次吃。現在日本很好吃。本来我哋点咗腊味嘅，不过冇货。嚟到先知道濑嘢，两个人点食啊？咁大碟沙司米，我建议大家咧有翻四个人咧先叫一条咧，咁啊差唔多，啱啱好啊。店员咧就教我哋咧食薄切咧就用酸汁，食厚切嘅咧就用豉油。跟住呢个满足寿司咧系呢一度嘅另一个招牌菜嚟嘅。以前我冇咁嘅感覺嘅，就係呢一個晚上，我愛上咗花魚啊！花魚就點酸菜？喂？啊？酥魚酥魚酥魚啊？呢個酥魚酥魚酥魚，ホッケは絶対酥魚。OK。點因為燒嘢，我通常落酸汁啊。このこれがうまいね。覚えておいて。哇！このね、骨。この骨が食べれんねん。你個骨好易食嘅。おいしい。好食。これ食べてみて。おいしいから。全部食べれるから。そうそうそう。雖然大島咧就介紹我哋花魚嘅骨咧係可以就咁食落口嘅，不過咧我覺得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咯。因为我哋唔系日本人咧，我哋食唔惯咁样食骨嘅，我惊你哋惨亲啊！你如果遇到啲硬啲嗰啲，唔好拣。系啦，硬嗰啲唔得啦，呢个系啦，呢个系鱼。即系如果脆身嗰啲位咧，开始表演啦！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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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多师傅打打气喎，你嘅师傅。灯光一暗，开场，好似睇戏咁啊！哎呀，突然间想起好挂住戏院添，好想去啊！我最近有咩好睇啊？大家有咩介绍俾我啊？哇！食一饭咁样，哎呀，哎呀，咁样几鬼有气氛咁啊！でこれを刺身にしてみんなに振り分けます。讲真呢样嘢，我喺日本系经常食嘅，因为咧我附近嗰间伊和咧，哎，有一间叫龙神丸嘅，好出名呢家嘢噶。就系用嗰个草烧着佢。系啊系啊系啊，佢个卖点系呢一度嚟噶。嗱，呢条鱼烧得好好啊！嗱，内脆外软，系错，外脆内软。うまっ、これはうまいわ。うまい。好正啊！120万。喂，呢条鱼咁鬼好味嘅喂。嗦。搞我同你一齐食。うまっ。好爽口，一條魚咧，兩個人係好唔抵，起碼要三個人，我覺得呢個份量其實都好多。多啊！我兩個人食太過多啦 ，too much。因為食魚生片咧，我覺得即係適可而止，即係唔係我嚟食飽噶嘛，係食夠味嘅話咧，我覺得四個人都得啊呢個。你叫一條四個人食差唔多啦，即係龍端燒嘅魚先有機會咁。同其他地方有少少唔同咯，其他嗰啲唔系炉端嘅咩？唔系。烧煎鱼呢家嘢咧，因为咧佢嘅肉味系非常之鲜嘅，所以咧日本人咧一般食嘅时候会加呢个蒜头同埋洋葱去中和一下佢嘅味道嘅。你试下用盐，我用豉油啊。嗰度呢，加翻啲盐啊，跟住蒜头啊，速度慢少。いただきます。
姐，絕對燒，你絕想買。出到我尾而家已經。多啲啊？其實唔會行㗎，真係，真係㗎，你信我。我在香港第一次吃到這個味道，一路真的很懷念，我很喜歡這個味道的，好味，很好味。好了，看看你滿不滿足啊，現在有哪個開始吃先啊，麻古樂這幾段老一點點 wasabi 絲啊，いただきます。呢個咩樣嚟啊？好味，好味啊！嚟啊！最高ですか？最高，最高，最高！食到興起啊！我三件一齊懟入口啊！嗱，小朋友唔好學啊！嗱，我驚你懟咗落個鼻嗰度。いただきます。好好味，正啊！呢、這、一個我覺得一定要嗌芝麻布丁，黑芝麻布丁。黒ごま、プリン、美味しいらしい。我中意食布丁，所以試下布丁。佢唔係甜嘅，好香芝麻味。嗯，食一個，呢個可以食。どう？今日の。我喺度跟蹤，你覺得好唔好味啊？我覺得以居酒屋嚟講咧，樣樣都有翻咁上下，好食嘅。咁啊，同埋咧，佢比起普通嘅居酒屋咧，好似係多嘢食啲嘅，即係好多一啲佢自家製嘅料理。咁而做出嚟都我覺得 OK 嘅，幾好食嘅。價錢方面咧，我啊覺得其實以呢一個地點嚟講咧，我覺得抵添嘅，一間。裝修幾靚嘅居酒屋，咁啊三五知己一齊食下嘢，價錢不算貴，我覺得個 CP 幾高。嗯，你揀啦，今日食咗咁多樣嘢啦，咁啊 top three 係乜嘢？我覺得呢度嘅燒牛脷非常好食，佢個滿足壽司我都真係幾滿足嘅。因為佢嗰啲材料都新鮮，同埋真係好滿啊！係咁啊，雖然呢樣好滿咁樣去食壽司咧，就係好香港 feel 嘅呢樣嘢，即係係但 OK 嘅，我香港人嘛，係所以我 OK 嘅。就嗱呢度嘢飲好飲嘅，頭先佢俾我嗰杯柚子嘅，即係紫蘇葉柚子嘅杯嘢咧，我覺得係都真係好飲得幾夾慣嘅。咁我覺得你呢個瀨户內嗰個檸檬，我飲一啖。咁係真係幾香嘅，係，咁另外呢個咯，燒花魚咯，可能就係因為爐端燒嘅關係吧，一定有噶。啊，另外佢送嗰兩片卡斯窩咧，好好食嘅。呢度嘅廁所好乾淨，我哋日本人咧，廁所乾淨嘅料理店咧，係一定係必須要嘅地方。有啲人咧係做唔到呢一樣嘢。因為我哋居酒屋飲酒嘅人咧，會去廁所嘅。當你去廁所嗰陣時候，好唔乾淨、好唔衞生嘅話咧，好唔舒服。食嘢係唔係淨係食嘅，係啲其他環境都好緊要，係啦。咁講起食嘢咧，樣樣嘢都好食。今日冇一樣嘢係流嘅，一樣嘢係好值得。價錢方面咧。即係頭先阿龍威講咗啦，各樣樣嘢都好合理 ，CP 值好高。係，我真係估唔到咧，喺金鐘嘅居酒屋有咁多幾十蚊一樣嘅嘢。わらやきのカツ，係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滿足壽司和牛嗰個三文治。其實如果我正常嚟講咧，我唔會食嘅，因為有炸過有。都油膩啲嘅，但係唔覺得好油膩。呢一樣嘢係有少少驚訝嘅地方。我都驚訝喎，你中意食和牛三文治？係啦，有一樣嘢有令我失望嘅地方，呢、這個一定要講。因為羅巴塔亞奇，羅巴塔嘅魚我哋食咗啦，係咪？羅巴塔嘅椰菜未食，我係嗌咗個蓮藕，但係個蓮藕冇到，因為我中意食菜嘅。咁我想講蓮藕好唔好食，但係
趕唔切啦。咁而家我哋兩個咧冇爆啦，應該食我 ，three two one。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係正宗日本味道，香港都可以揾到。今次真的揾到嚟香港島，係 PP 嚇。呢度係太古廣場，呢間叫做烏哈魯。烏哈魯，嗯，魚字。OK， 係有東京啊，日本都有嘅居酒屋嚟嘅。哦，係咩？係啊。呢個服務呢個好，但唔知係咪因為認得我哋呢樣嘢，就有待大家見證啦。OK， 你哋話翻俾我聽。OK，Good night， 喂，聽日再見。係啦，比較貴係呢一個，反而係以沙田，係即係嗰個刺身嗱，嗰個咧就你可以叫可以唔叫嘅，但係咧我哋兩個人食咧 too much 嘅，600元。598係啊，嗰個去咗600元嘅啦。咁如果我覺得咧，正常如果兩個人咧，1200至1400，500至700元一位啦，可以係嘛？差不多。由於咧呢度嘅負責人 free 咗幾樣嘢俾我哋啊，變咗嚟講咧，我哋都唔方便透露張單幾多錢啊。咦，仲未訂閱啊？快啲訂閱啊！唔該喎。喜欢我哋节目嘅朋友，记得留言赞好，你嘅留言我每次都抡晒噶，而你嘅赞好对我哋两兄弟好有帮助噶，多谢收看。